魏书明帝纪元文元文明皇帝惠瑞，字福仲，文帝太子也，生而太祖爱之，常令在左右，年十五，封武德侯，皇初二年为齐公，三年为平原王，以其母诸，故未见为嗣。七年夏五月，帝病笃，乃立为皇太子。丁巳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，诸臣封爵各有差，癸未，追谥母真夫人曰文昭皇后。壬辰，立皇帝蕤为阳平王。八月，孙权攻江夏郡，太守文聘坚守，朝议欲发兵救之。帝曰：权喜水战，所以敢下船陆攻者，积掩不备也。今已与聘相持，夫攻守势备，终不敢久也。先使遣至舒氏御史寻与慰劳边方，与道：于江夏发所经宪兵及所从不齐千人乘山举火，全退走。辛巳，立皇子囧为清河王。吴将诸葛瑾、张霸等寇襄阳，辅军大将军司马宣王讨破之，斩霸。征东大将军曹休又破其别将于浔阳。论功行赏各有差。冬十月，清河王囧薨。十二月，以太尉钟繇为太傅，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，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，司徒华歆为太尉，司空王朗为司徒，镇军大将军陈馀为司空，辅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。太和元年春正月，焦嗣武皇帝以配天，宗嗣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，分江夏南部，指江夏南部都尉，西平区应反，沙林羌令，西都长，遣将军郝昭、陆盘陶斩之。二月辛未，帝更于吉田。辛巳，立文昭皇后寝庙于邺。丁亥，朝日于东郊。夏四月乙亥，行午诸前，甲申，出迎宗庙。秋八月，西月于西郊。冬十月丙寅，置兵于东郊。燕齐王遣子入室。十一月，立皇后毛氏，赐天下男子绝人二级。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骨。十二月，封后父毛家为列侯。新城太守孟达反，赵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。二年春正月，宣王攻破新城，斩达，传其首，分新城之上庸、武陵。乌县为上庸郡，西县为西郡，属大将诸葛亮寇边。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利民叛应亮，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官右，并进兵，右将军张合击亮于街亭，大破之，亮败走。三郡平，丁未，行幸长安。夏四月丁酉，还洛阳宫，设戏求妃殊死以下。乙巳，论讨亮宫，封爵增邑各有差。五月，大旱。六月，诏曰：尊如贵学，王教之本也，自请如官或非其人，将何以宣明圣道？其高选博士，才任是中常侍者，身斥郡国，共是以经学为先。秋九月，曹休率诸军至宛，与吴将陆绎战于石亭，败绩。已酉，立皇子穆为繁阳王。庚子，大司马曹休薨。冬十月，赵公卿近臣举良将各一人。十一月，司徒王朗薨。十二月，诸葛亮为陈仓，曹真遣将军费耀等拒之。辽东太守公孙公兄子渊劫夺宫位，遂以渊领辽东太守。三年夏四月，元成王。李薨，
六月癸卯，繁阳王木薨，戊申，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，夫人吴氏曰高皇后。秋七月，诏曰：李王后无嗣，则见之子以继大宗，则当转正统而奉公义，何得复故思亲哉？汉宣帝昭帝后，家道考以皇号，哀帝以外藩原立，而董弘等称引王秦，或误时朝，既尊公皇，立庙京都，又宠藩妾，使彼长信，朝暮于前殿，并祀位于东宫，见差无度，人神服佑，而非罪失丹中正之见，用至丁，复焚如之祸。自始之后，相种行之，西鲁文逆嗣，遂由夏父宋国飞渡，积在华原，其令公卿有司，深以前世行事为戒，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，则当名为仁后之意，敢为命邪导于时君。望见非正之号以干正统，未考为皇，称彼为后，则古公大臣诛之无赦，其书之金册葬之宗庙，擢于令典。冬十月，改平望官曰听讼官，必常言谕者，天下之性命也。每断大狱，常信官聆听之。初，洛阳宗庙未成，神主在夜庙。十一月，庙始成，使太常韩继持节迎高皇帝、太皇帝、武帝、文帝神主于夜。十二月己丑至，奉安神主于庙。癸卯，大月之王拨吊前使奉献，以吊为亲卫大月之王。四年春二月壬午，诏曰：知至文，随教而变，兵乱以来，经学废绝，后生进去，不由典谟，岂训导未洽，将进用者不以得显乎？其郎立学通易经，才任牧民，博士克士，擢其高第者，即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，皆罢退之物子。赵太傅三公以文地点论课时，立于庙门之外。癸巳，以大将军曹真为大司马，骠骑将军司马宣王为大将军，辽东太守公孙渊为车骑将军。夏四月，太傅钟繇薨。六月戊子，太皇太后崩，丙申，省上雍郡。秋七月，武宣变后复葬于高陵。赵大司马曹真，大将军司马宣王伐蜀。八月辛巳，行东巡，遣使者以特牛辞中岳，以慰，幸许昌公。九月，大禹、伊、洛、河、汉水邑、赵真等班师。冬十月乙卯，行还洛阳宫。庚申，令罪非殊死听孰各有差。十一月，太白犯岁星。十二月辛未，改葬文昭真后于朝阳陵。丙寅，赵公卿举贤良。五年春正月，地耕于吉田。三月，大司马曹真薨。诸葛亮寇天水，赵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，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语。辛巳，大禹、夏四月，鲜卑复议王科比能虑其众人及丁陵大人而禅意幽州共鸣马，复置户匈奴中郎将。秋七月丙子，以亮退走，封爵增位各有差。已有皇子阴生，大赦。八月，诏曰：古者诸侯朝聘，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。先帝者令，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，为幼主在位，母后摄政，防微以见，观诸盛衰也。朕为不见诸王十有二载，悠悠之怀，能不兴思？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世子一人朝，后有少主，
母后在宫者，自如先帝令，申明者余令。冬十一月已有，月犯轩辕大星，戊戌会，日有食之。十二月甲辰，月犯震星，戊午，太尉华星薨。六年春二月，诏曰：古之帝王，封建诸侯，所以藩平王室也。师不云乎？怀德为宁，宗子为成。秦汉冀州，或强或弱，举师绝中。大魏创业，诸王开国，随时之宜，未有定制，非所以永为后法也。其改封诸侯王，皆以郡为国。三月癸酉，行东巡，所过存问高年，寡孤独，赐古帛，以亥，月犯轩辕大星。夏四月壬寅，行幸许昌宫，甲子，出进新果于庙。五月，皇子因薨，追封是安平哀王。秋七月，以禅位董昭为司徒。九月，行幸摩碑，至许昌宫，起景福，成光殿。冬十月，铣仪将军田豫率西讨吴江周贺于城山，杀贺。十一月丙寅，太白昼见，有星被于翼，晋太微上将星。庚寅，陈思王执薨。十二月，行海许昌宫。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，青龙剑甲之摩碑井中。二月丁酉，幸摩碑观龙，于是改年，改摩碑为龙碑，赐男子绝人二级。寡孤独无出，今年租赋。三月甲子，赵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。下五月壬申，赵四顾大将军夏侯惇，大司马曹仁，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亭。戊寅，北海王睿薨。闰月庚寅朔，日有食之。丁酉，改封宗室女妃诸王女皆为义主。赵朱郡国山川不在此典者勿辞。六月，洛阳公居士灾，在鲜卑大人布杜根与判鲜卑大人科比能私通，并州刺史毕轨表折出军以外威比能。内镇布杜根，毕省表曰：布杜根以为比能所诱，有自疑心，今轨出军，是使二部经合为一，何所威震乎？促斥轨以出军者甚勿越塞过巨柱也。比诏书道：轨以进军屯阴馆，遣将军苏尚、董必追鲜卑，比能遣子将迁于其营布杜根部落，与上必相遇，战于楼烦。二将星号败，星号末，布杜根部落皆叛出塞，与比能合寇边。遣骁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，卢乃走漠北。秋九月，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伯驹资职等叛，司马宣王遣将军胡尊等追讨，破降之。冬十月，布杜根部落大人带胡阿郎尼等亦并州将郎引军还。十二月，公孙渊斩宋孙权所遣使张弥、许彦守，以渊为大司马乐浪公。二年春二月乙未，太白犯荧惑，癸酉，诏曰：边作官刑，所以咎慢待也，而请多以无辜死。其简边杖之制，着于令。三月庚寅，山阳公薨，帝素服发哀。遣使持节典护丧事，即有大赦。下四月，大疫，重华殿灾。丙寅，赵有司以太牢告辞文帝庙，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，葬以汉礼。是月，诸葛亮出斜谷，屯渭南。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，赵宣王敢坚壁据守，以挫其锋，比进不得志，退无与战。九亭则粮尽，掳掠无所获，则必走矣。
走而追之，以逸待劳，全胜之道也。五月，太白昼见，孙权入居巢湖口，向合肥新城，又遣将陆毅、孙韶各将万余人入淮、沔。六月，征东将军满宠进军拒之，宠欲拔新城守，至贼寿春，必不听，曰：“西汉光武遣兵陷据略阳，终以破韦骁。先帝东至合肥，满守襄阳，西固岐山，贼来折破于三城之下者，必有所必争也。纵全攻新城，必不能拔。是诸将坚守，吾将自往争之。”彼至，孔权走也。秋七月壬寅，帝亲御龙州东征，全攻新城，将军张颖等据守力战，帝军位置数百里，全遁走，亦少等亦退。余臣以为大将军方与诸葛亮相持未解，车驾可西幸长安。帝曰：“全走。”亮胆破，大将军已至之，吾无忧矣。遂进军幸寿春，入诸将功，封赏各有差。八月己未，大要兵，享六军，遣使者持节犒劳合肥、寿春诸军。辛巳，行海许昌公、司马宣王与亮相持，连为积日。亮数挑战，宣王坚垒不应，会亮卒，其军退还。冬十月乙丑，越犯振兴及轩辕、戊寅，越犯太白。十一月，京都地震，从东南来，隐隐有声，摇动屋瓦。十二月，赵有司山定大弊，减死罪。三年春正月戊子，以大将军司马宣王为太尉。己亥，复置朔方郡，京都大邑。丁巳，皇太后崩。乙亥，陨石于寿光县。三月庚寅，臧文德郭后迎陵于首阳陵见息，如中至。是时，大至洛阳宫，起朝阳太极殿，祝总章官，百姓施农时，直臣杨父、高唐龙等各数切见，虽不能听，常忧容之。秋七月，洛阳重华殿灾。八月庚午，立皇子方为齐王，寻为秦王。丁巳，行还洛阳宫，命有司复重华，改名九龙殿。冬十月己酉，中山王偃薨，人参。太白昼见。十一月丁酉，行幸许昌宫。四年春二月，太白复昼见，越犯太白，又犯轩辕一星，入太微而出。夏四月，至崇文官，征善属文者以充之。五月乙卯，司徒董昭薨。丁巳，肃慎是献苦使。六月壬申，诏曰：“有于是画像而民服犯，周人行错而不用，朕从百王之末，追望上士之风，渺乎何相去之远。法令滋章，犯者弥多，刑罚愈息，而坚不可止。王者按大弊之条，多所捐除，思计生民之命，此朕之志意也。而郡国必欲，一岁之中上过数百，岂朕训导不纯，比民轻罪，将苛法犹存，谓之陷贬乎？有思其意欲还死，勿从宽减，及其恩者，或辞未出而欲以报断，非所以究理尽情也。其令廷尉及天下与官，诸有死罪俱欲已定，非谋反及首杀人，及与其亲至，有其恩者，使与奏当文书俱上，朕将思所以全之。其不，告天下，使明朕意。秋七月，高句丽王公斩送孙权使胡忏等首，亦幽州、贾银。太白犯轩辕大兴。冬十月己卯，行还洛阳宫。贾深、
有星背于大臣，已有又背于东方。十一月己亥，彗星见，犯患者天忌星。十二月癸巳，司空臣于轰，乙未，行幸许昌公。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，山池县沿黄龙县，星号持阴是离反，星号于是有司奏，以为魏的地统，亦以见丑之月为正。三月，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，服色上黄，牺牲用白，荣氏乘黑手白马，见大赤之旗，朝会见大白之旗。改太和历曰景初历，其春夏秋冬孟仲纪月虽与正岁不同，至于交祀、迎气、月祠、征长、巡狩、搜田、分治起弊、颁宣时令、中气早晚、敬受民事，皆以正岁斗见为历数之序。五月己巳，行还洛阳宫，己丑，大赦。六月戊申，京都地震，己亥，以尚书令陈角为司徒。尚书星号左，星号星号右，星号仆射颤真为司空。丁未，分卫星之卫阳，西郡之安富，上庸为上庸郡，省西郡，以西县属卫星郡。有司奏，武皇帝拨乱反正，卫尉太祖乐用五使之武，文皇帝应天受命，卫尉高祖乐用贤妻之武，帝制作星制，为卫列祖乐用张星号武星号星号宾星号之武。三祖之庙万事不毁，其余寺庙新近迭毁，如周后继文武庙挑之至秋七月丁卯，司徒陈角轰、孙权遣将朱然等二万人为江夏郡，荆州刺史胡志等击之，然退走。初，权遣使福海与高句离通，欲袭辽东，遣幽州刺史邱简率诸军及鲜卑、乌丸屯辽东南界，喜书征公孙渊，渊发兵反，简进军讨之，会连与十日，辽水大涨，赵简引军还，又北平乌丸丹于寇楼敦，辽西乌丸都督王护刘等居辽东，率部西随简内附，己卯，召辽东将吏市民为渊所胁掠不得将者，一切赦之。辛卯，太白骤见，渊自简还，遂自立为燕王，至百官，称少汉元年。赵卿、偃、幽、冀四州大作海船。九月，冀、偃、徐、豫四州民遇水，遣侍御史巡行没溺死亡及失财产者，在所开仓赈救之。庚辰，皇后毛氏族，冬十月丁未，月犯荧惑，癸丑，葬到毛后于闽陵。乙卯，迎洛阳南尾宿山为元丘。十二月壬子冬至，始巳丁巳，分襄阳临举、宜城、泾阳，起星号起因其己反，星号四县，指襄阳南部都尉。己未，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庙京都，分襄阳郡之若叶县属益阳郡。二年春正月，赵太尉司马宣王率西讨辽东。二月癸卯，以大中大夫韩继为司徒。癸丑，月犯新巨星，又犯新中央大星。夏四月庚子，司徒韩继轰壬寅，分配国萧、相、竹邑、扶犁、袭、至、龙亢、山桑、崤。红星号崤阴胡椒反。红阴将星号实县为汝阴郡，宋县、陈郡、苦县皆属乔郡。乙配祝丘、公丘、彭城封国，广期并五县为配王国。庚戌，大赦。五月乙亥，
月犯新巨星，又犯中央大星。六月，省渔阳郡之胡奴县，复至安乐县。秋八月，稍当羌王忙中，注意等叛，凉州刺史律朱俊公讨，斩注一手。癸丑，有彗星见张素、丙寅、司马宣王为公孙渊于襄平，大破之。传渊守于京都、海东朱俊平。冬十一月，入讨渊公。太尉宣王以下曾义封爵各有差。初，帝亦遣宣王讨渊，发卒四万人，一臣皆以为四万兵多，亦费难共。帝曰：“四千里征伐，虽云用其，亦当任力，不当稍计亦费。”遂以四万人行。及宣王至辽东，林宇不得使功，于臣或以为渊未可足破，宜召宣王还。帝曰：“司马懿临危致变，秦渊可继日待也。”卒皆如所策。壬午，以司空颤真为司徒，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。闰月，月犯新中央大星。十二月乙丑，帝寝疾不愈。辛巳，立皇后，赐天下男子绝人二级。寡孤独谷，以燕王宇为大将军。贾申免，以武忏将军曹爽代之。初，青龙三年中，寿春农民，妻自言为天神所下，命为灯女，当迎忏地势，捐鞋纳服，一人以水，即以洗窗，或多欲者，于是立管后宫，下诏称扬，甚见忧宠，及帝疾，饮水无厌，于是杀焉。三年春正月丁亥，太尉宣王还至河内，帝一马召道，引入卧内，执其手谓曰：“吾极甚，以后是蜀君，君其与爽甫少子，吾的见君，吾所恨。”宣王顿首流涕，即日必崩于家福殿。时年三十六，癸丑，葬高平陵。平曰：“明帝臣意断食，任心而行，盖有军人之志盖焉。”于是百姓凋敝，四海分崩。不先欲修贤祖，铲拓鸿基，而拒追秦皇、汉武，公馆士营，隔之远游，其待及乎？